因为咱后面有一个，就是咱啊乡客大楼吼，那是无处理掉，有可能会被认定讲，是爱去做旅馆的登记。啊，若去做旅馆登记，等于是咱拢有盈利，有盈利时阵，你都爱做所有相关的即个消防啦、保庇啦等等。啊，甲咱其实即马咱宗教庙宇的即个乡客大楼是完全无同款的诶方式哦。咱游客团完全就是一种方便，方便让咱游客啊来遮挂香的时阵，啊半暝啊来无所在通个住，啊可能吼啊小可安尼啊休困一下，啊然后啊即、這个灌洗一下，安尼啊放假刚马上就该起行吼。咱这是一种添油香的性质，啊但是你讲吼，安尼去甲认定作为旅馆，对遮个宗教庙宇实在是伤过严重啦吼，啊所以今仔日特别召开这个会议，来针对咱台南市所有宗庙、有游客大楼，大家做伙伫遮来发声，向咱这个地方政府、中央来表达，咱游客大楼真正经营方式是啥物？咱就是让游客方便，啊用添油香方式，根本甲盈利完全无牵连吼，啊所以希望当对咱的这个旅馆要求因伫2026年这个旅馆登记这部分。爱甲来解读掉，啊，让因莫有受到这种的压力。